我是毛老华，我在温州，我在温州的高铁站，我准备坐车离开温州，顺便带大家看一下温州高铁站什么情况，咱们走。这里啊是停出租车的地方，我们不坐出租车，我们坐火车离开温州。我的前方就是温州南站，我们进站坐车往里走。走，这里是高铁的站台，我现在还没进去，我要从这个售票处前面的进站口进去。今天啊风有点大，有点冷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我要进站给你们拍一下站前广场。高楼大厦很多，不知道人以为这是国际大都市。好的，往里走。这里刷一下身份证，OK， 进来了。怎么前面也能进来？这个设计比较少见，不管它了，进站，候车，走。进来了，进去过一下安检，走。进去往里走，走走走走走。进来了。这里是温州南站，很多人啊没有来过，拍给你们看一下。我们上楼拍一下，走。上去了，这是一个扶梯，给你们拍一下。这是进站口，安检口，下面有一个鲜奶吧。上来了，这里啊。就是温州南站，给你们拍一下，视频啊，结束了。